好运假套草之美食凯美拉。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可爱的赖维如担任本集节目的女主角。生活压力大，精神状态不稳，经常受到噩梦侵扰的她，今天将遇见法力高强的贵人詹巴拉法师，来到苗栗有名的度假村，结合了运动、命理还有开运美食的全套疗程，究竟会有多疯狂、多有趣呢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精彩的好运假套套哦！